我们走这边吧。啊，嗯，悄悄的问你一个问题。嗯，你问。我好看吗？ 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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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别冲，这边白床单吐了怎么办呀？你放沙发，沙发是怎么那么坑啊？等等等等，头头头，哎，哎呀呀呀呀，你说这挺好，个情侣套房，你是造成这样？掉下去了，喝多少？没喝多少。哎，哎呦，呦呦呦呦，你说的挺好，个情侣套房，你是造成这样？掉下去了，喝多少？没喝多少。哎，哎呦呦呦呦，你说的挺好，个情侣套房，你是造成这样？掉下去了，喝多少？没喝多少。哎，你宿舍女婿给买的。 乔老师太好了，老师就是老师哈，情商一级棒。OK， 你别看，不是到谁了？今儿打，今儿打。来来来，刚刚到谁啊？三条打不打？不是你碰不碰？碰碰。你得三条。碰。我从小就弹钢琴，每天要弹4个小时。我哭过，闹过，也离家出走过。可是我爸妈他们就是不妥协。后来我不高兴的时候，随手就能弹出一段，写出一段曲。 就打心底的感谢爸妈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想啊，我不学钢琴，就没法作曲。嗯，那就不是现在的声声慢。我如果不是声声慢的话，就不会在网上参加那些社团，更不会去注册自己的语音房间。嗯，也不会在那天早上，在去学校的公交车的时候。 和跟小庆在语音房间聊天，然后遇见。所以说，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爸妈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语音房间里？想知道？嗯。我一开始也想知道。 想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忽然就闲了几分钟，在网上闲逛。想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巧，刚好进了你的语音房间。你不乐意啊？意外之喜。嗯，是啊。为什么？ 注定的。哎，小兄弟，在这儿呢，来了。小兄弟，你要的热茶跟毯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行，谢谢您。准备这些干什么呀？夜游漓江。嗯，我们明天早上有飞机啊。我知道啊。 放心，有我在，耽误不了时间的。别忘了那天谁叫你起床的。嗯。小心。啊，慢一点。嗯。来，出去。
穿上救生衣，好了，师傅。哎，好，开船了。哎，不是有发动机吗？小兄弟说，晚上怕太吵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来撑竹筏。在没有发动机的年代，在这漓江上，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撑竹筏了。辛苦您了，坐稳了啊。福星高照嘛，自从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一滴。没有，真的，那肯定。什么？看什么看？人家说我是福星，我又没出老千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这点人品你还是有的哈。是啊，做生意的人讲究风水，这公司越开越大，总是个福星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也做生意的，我怎么不胡？就叫强龙压了地头蛇。哎哎，有没有水？水了！你们录音棚的后勤真是越来越差了。乔大哥，快拿快拿！都忘了咱的阳朔了。来来来，继续。就给你拿一瓶。哇，这里好舒服啊。嗯，安静。行了，这儿的水浅，安全，你们慢慢看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要是困了就直接睡。哎，辛苦了。哎。这几天，桂花茶、桂花酒、桂花糕，吃的我满身香。